老夫人的三个儿子同时战死沙场，收到消息的他吓得双腿颤抖，直接瘫软在地。唯一的好消息是小儿子还活着。士兵将这件事报告上尉，上尉心疼年迈的母亲，不希望70岁的他再次受到打击，失去所有的儿子。上尉决定派分队找到小儿子瑞恩，把他送回母亲身边养老，但分队士兵不情愿，毕竟每个人都是父母的心头肉，他们认为瑞恩不值得八个人冒死营救。 This entire mission is a serious misallocation of valuable military resources.毕竟在偌大的战场上，分分钟都有人中弹身亡，上尉所在的部队死伤惨烈，他没有拨通救援的电话，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战斗。他让士兵拿来了爆破筒，一声巨响过后，他终于率领士兵攻下了第一座堡垒。上尉叮嘱狙击手瞄准第二座堡垒，随后自己站了出来吸引敌军注意力，好让狙击手不辱使命打穿了敌军。上尉艰难地带领美军成功登陆诺曼底，但这一场惨烈的战争让很多士兵丧生，其中就有瑞恩家的三兄弟，这让小儿子瑞恩成为了小队的营救对象。小队士兵一边抱怨着瑞恩，一边来到了交战的地区，但敌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所以士兵们得先帮友军攻下地区，再继续寻找瑞恩。一家平民在混乱中将女儿交给了士兵卡卡，但卡卡还是出于同情心，将哭闹的女孩抱着离开了，哪怕上尉命令她将孩子给交回去。但就在孩子被强行夺走时，卡卡却被敌军一枪打伤，却没致命。这是为了引出医疗兵拯救伤员，暴露小队的所在位置。但上尉坚决不让任何士兵上前。卡卡的鲜血已经染红了一片地板，他拿出了早已写好的遗书。狙击手精准地命中了敌军，解决了这场危机，但血流成河的卡卡再也无法醒来了。拯救大兵瑞恩的小队继续前进，他们在路上不小心撞倒了木桩，但木桩顺势砸裂了一道墙，墙后方就是该区域的敌军窝点。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，纷纷端起了枪，谁也不让着谁。小队士兵怒吼着让敌军放下武器，否则就要开枪了。就在这时，敌军被打得血肉横飞，原来后方的友军已前来支援。上尉也开始打听瑞恩的下落。We're here looking for a private James Ryan. He's part of your outfit. 瑞恩终于和上尉见面了，他被告知自己的兄弟都死了，可以回家养老送终了。瑞恩一时间难以接受。My brothers are dead. 随后瑞恩问上尉他们怎么死的，得知是阵亡后，瑞恩表示不可能，因为他的兄弟还在念中学。听到这里，上尉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于是再次确认了他的姓名和身份，但瑞恩却说出了不一样的全名和地区。很显然上尉认错人了，还让这一个瑞恩吓出了眼泪。上尉安慰他这是个误会，他按图索骥终于大致确认了瑞恩的所在地，随后就和士兵们先落脚休息，第二天再继续赶路寻找真正的瑞恩。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了闲聊，医疗兵则在手抄着卡卡的遗书。新兵认为战争可以磨练意志力，但上尉则表示自己的愧疚感太深了。 When you end up killing one of your men, you tell yourself it happened so you could save the lives of two or three or ten others. 唯有这样的自我安慰才能稍微减轻上尉的负罪感，哪怕战争的伤亡并不是他的错，但身为指挥的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多士兵在眼前惨死，实在需要一个理由来告诉自己士兵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。就连这次要去拯救的瑞恩，他也颇有寄望，如果瑞恩无法行医救人或者做出什么伟大贡献，那么这个营救小队做出的牺牲都是瑞恩负担不起的。他看着自己颤抖的手，似乎又回到残酷的战场上，那是他久经沙场后留下的后遗症，战争带给他的紧张和不安挥之不去。即使他身为上尉，也仍然是一个对死亡有阴影的普通人。他们浅睡了两个小时后就打着手电筒上路了。他们来到了目的地，但仍然没有找到瑞恩。他们翻找着已故士兵的兵牌，想确认瑞恩是否在里面，但还是一无所获。他只能大声地呼喊瑞恩的名字，没想到营队里真的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就在每个人都翘首以盼的时候，上尉通过一名耳朵不灵光的士兵得知了瑞恩在防守一座大桥。上尉兴高采烈地感谢了他，随后开始规划去大桥的路线，但他们本来可以绕路，却选择了直面敌军，因为他们的最终任务是打赢这场战争。即使小队的人数少得可怜，上尉还是打算英勇出击，他指挥小队的士兵按路线攻打敌军。新兵在最后面看着冲锋陷阵的队友，他不知所措地望着手榴弹爆炸，直到枪声停止后，他才拿着药包跑向前去。这一回是医疗兵中弹了，他曾经救助了那么多个队友，如今却奄奄一息，无法为自己挽回一条性命。士兵们手忙脚乱的想把他的伤口止住，却还是无法让他停止流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。这时他们俘获了一个敌军俘虏，上尉让手下先不要杀他。翻译员在一旁为上尉翻译俘虏的话，俘虏恳求他们放他一条生路。翻译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不希望上尉下令杀掉俘虏，但在这个尸横遍野的地方，真善美是不存在的。上尉拿出了寻找瑞恩的地图，
手指不住地颤抖起来。他再也忍受不了背负的压力，感到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在摧毁自己。他无助地哭泣起来，随后又必须坚强起来。这是他身为一个上尉的责任。面对还在挖土的敌军俘虏，上尉的眼神里透着怜悯和悲哀。俘虏被强指着，变得慌乱不安起来。他被揪住了衣领，翻译员在一旁为他求情。他已经投降了。上尉把他的眼睛蒙上了，让他自己离开，向盟军自首。来宾不满上尉的决定，不想再跟随队伍完成任务。麦克则认为要对上级和部队忠实，与来宾产生了矛盾，甚至已经举起了枪。这时上尉却自报家门，表示自己曾是家乡的老师。他为了不让妻子认不出自己，所以一直在坚守善良的底线，不能让战争彻底改变了自己。对于生命的尊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，哪怕对方是敌军的俘虏。随后他们一行人将战友的尸体埋好，来宾也若有所思，似乎理解了上尉的所作所为，也跟上了队伍的步伐。他们来到了一处花田中，一辆敌军的车辆行驶而过。就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开枪时，敌军的车辆就已经爆炸了。车中的敌军士兵出来后被一网打尽。这时上尉的队伍偶遇了先开枪的友军，他们顺利会师了。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瑞恩就在自己眼前。这个他们千辛万苦想找到的士兵终于出现了。瑞恩听到上尉认得自己，既欣喜又蒙圈，但随后上尉告诉了他实情，得知自己的三个哥哥都阵亡了。瑞恩不知所措，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。上尉告诉他应该回家，自己带领的小队就是奉命护送他的。瑞恩豆大的眼泪都掉了下来，他还无法接受哥哥们都逝世的消息。上尉却让他从坚守的战场上回家。上尉强调这是美国参谋长的决定，军令如山。瑞恩不得不服，上尉要求他三分钟内收拾好行装。眼看瑞恩还想等到援军来，营救小队的士兵看不下去了。 Two of our guys already died trying to find you, alright?瑞恩的身上不知不觉背负了这么重的压力，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。可以轻松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放弃残酷的战场，一走了之。他指着自己的战友们，说明他们也很努力，但他们却无法回家见父母。瑞恩再三强调自己不会离开这座桥，直到援军到达。上尉低下头若有所思，和麦克一同决定留下来支援瑞恩，等到保卫大桥的任务完成后再带着瑞恩回家。他们一起布置了作战计划，准备好了充分的武器，让狙击手埋伏好位置，让瑞恩不要离开上尉半步。瑞恩和他讲起来自己哥哥的往事，仿佛还历历在目。如果战争没有带走他们就好了。但就在瑞恩讲述回忆的时候，敌军前来的脚步在耳边响起。原来敌军准备了大块头的坦克进攻，不过上尉一行人早有准备，很快就将一辆坦克给捣毁。但坦克不只有一辆，狙击手在楼上百发百中，却被坦克视为下一个目标。狙击手在战火中英勇牺牲了。随着敌军攻势的加大，上尉一行人都身中数枪。敌军中有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正是从前他们放走的那名俘虏。上尉举起手枪打向坦克，即使是螳臂当车，也依然在不断地扣响扳机。最后一枪真的让坦克爆炸，随后友军的飞机赶来，这让局势发生了大反转。新兵看着眼前的战友惨死，心里也发生了改变。当敌军举起了投降的双手，俘虏对身边的人说他不杀俘虏时，新兵却凝视了他一会儿，就开枪对准了俘虏。看着身中数枪的上尉，脸上带着微笑。瑞恩上前倾听他的话，随后上尉睁大的眼睛就不再动弹了。瑞恩看着眼前的一幕深感悲怆，他的面孔逐渐变得苍老，成为了一个年迈的老人。瑞恩来到了上尉的墓前，他的一家人都在身后。他无法抹去战争带来的伤亡，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活下去，才能不辜负所有人的付出。